女人有五个表现，那绝对是有过不少男人久经沙场了。好不容易谈个女朋友，总想知道她曾经有过多少男人，希望自己是她的第一个。可是如果女人有这五点表现，那就是久经沙场了。一，见一两次就对你投怀送抱，和你出去玩也不拒绝。二，别人给她开不健康的玩笑，她不但不害羞，还笑得那么开心。三，身边的朋友没一个正经的。四，喜欢去酒吧、网吧这些鱼龙混杂的娱乐场所。五，不管去哪里都有认的哥哥弟弟，总是动手动脚的。